有在赶时间的，请举手。你要急着回去的，有没有啊？没有是吧？哈，没有急着回去啊，因为我们的见面的时间太短啊。我已经很久啊，没有出来跟大家见面了。首先呢，感谢呀，十几年来的义工，你们这么发心，为讲堂，为佛教，你们所有的辛苦都由自己获得，没有任何的牺牲，牺牲就是获得。一切都不离自己的心性，所有的造作因果，一律回归自己的清净自性，别人带不走的。那么，从以前到现在，每次都讲感谢、感恩。每次都这样子，今天要来一点特别的，就是对法上的开示。那些俗套啊，已经用了十几年了，重复的讲还是感谢，重复的讲还是感恩。我们今天来做义工，如果没有了生脱死，超越三界，我们这份工作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世间的福报而已，那叫做做做善事。如果能够配合修行，了生脱死，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举动都有很深的意义。了生死有两条路，第一个是自内证，叫做大彻大悟、断惑正真的圣者，叫做自内证。他悟到了毕竟空，断了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那决定了生死。大部分的众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可是呢，对这个教义跟教理呢，大部分都是一样画葫芦，对文字上的认识只限于皮毛，对佛陀的深意、深奥的义理确实不懂。比如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就这几句话来讲就好。我看那个注解啊，一些法师啊，或者是居士的注解啊，通通这样写的啊：从这个太阳西下，对过去那个直线，是一个世界，极乐世界。经典也这样写，注解也是这样写，这样讲对不对呢？叫方便说，不能说错。可是这个完全不明了净土的思想，不明了佛陀的深奥的义理，他的用心在哪里？这个西方
是指一个地方，不是指方向。如果是指方向的话，每天的地球在运转，这个太阳啊，绕着太阳这样转动啊，每一天的西方都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天文学的观念的人呢，就很清楚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那个是佛方便说，真正的用意在哪儿呢？真正的用意是说，我们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白天做自己的工作，忙忙碌碌，到了晚上太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要休息，吃晚餐，夜深人静我们要养息。哦，西方的意思是一切众生的归处，一切烦恼的安息的地方。白天烦烦恼恼，劳劳碌碌，急急营营的追求，哎呀，到了晚上啊，哎，找一个安息清凉啊，夜里好过一个清凉的夜晚，安详的夜晚。西方是指一切众生都要像回归大海，进入安息清凉啊，安详清净的一个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要进入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一切众生的依归，西方就是代表这个意思。我没有任何的用意批评那一些作者注解，他们方便说，而就我对净土的体悟，我认为西方是表法的，它是一切的众生养息的地方，给你一个最快乐的地方。好，我们看经典也很容易误解，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众生包括这些注解的，他们对净土的体悟怎么样，我不了解了。现在要就我个人的体悟，阅读净土的思想，来告诉诸位，过十万亿佛度是什么意思。哎，我来看的注解，他就像这样注解，是说从这个娑婆世界往西啊，经过十万亿三千大千世界，有一个世界名叫做极乐世界。那这样讲对不对呢？没有人能回答啊。好，如果说他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说娑婆世界推论，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推论过去，娑婆世界是生灭的世界啊，生灭的世界，娑婆世界是生灭的世界，生灭的世界推论两个诸佛国度，三个诸佛国度，这样一直推论过去，一直推论过去，还是生灭的世界啊。
这个就是用众生的生灭心在诠释净土。法不是这样子的。这十万亿是什么意思的？十万亿是指距离，这是经典上说，也是众生对经典的注解。就我个人的体悟，这十万亿是指十二业种种无量无边的烦恼。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造了十二业，内心充满着烦恼，你将永远没有办法到达净土，你距离净土极乐世界就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遥远。我认为心才是最大的距离。这十万亿佛国度，从娑婆世界这样一直推论过去，那么这里是生灭。如果用这样的推论，那么极乐世界还是生灭。可是极乐世界是清净的诸佛国度的愿力所涌现出来的世界。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好好的彻底的改过，极乐世界不是物质世间，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自己，你今天眼睛所见的，耳朵所闻的，这是六根六尘生生灭灭的，用这种意识心推论极乐世界是绝对错误的。那个不是物质的世间，那个是阿弥陀佛大慈悲的愿力，用心的念力所变现出来的一个无量庄严的世界。记住哦，是阿弥陀佛的心，清净的心，清净的大愿所涌现出来的一个世间。绝对没有办法你用任何的物质世间去推论去想象的一个世间。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力，清净的大慈悲心涌现出来的一个极乐世界，你必须要全力投入扣住它。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要记住，佛法是心法，佛法是心法，你要很诚心诚意的扣住阿弥陀佛的愿力，不要在意你现在很穷，这个不重要，不要在意你六根有缺陷，这个不重要，不要在意你本身的下贱啊、卑微啊，乃至于你五逆十二重罪啊造尽了，这个都不重要。啊，佛陀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涌现出来的一个极乐世界，不是物质世界。我们要用心的念力扣住阿弥陀佛的愿力，任何一个人临命中一刹那之间就往生。为什么从以前往生的人到现在的人都说在一刹那之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很清楚的，极乐世界就根本没有距离，极乐世界就在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它就是极乐世界，它没有距离。最大的距离就是什么？就是造十不善业。最大的距离就是执着、烦恼、攻击、伤害、污秽、毁谤，充满着烦恼。每天过这个日子，你怎么进入净土呢？怎么可能？以佛的大悲愿力，
不符合。再来，为什么师父一直说每一个人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毫无疑问，为什么讲的这么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肯，只要你肯回光返照，一念相应。这样讲还是很模糊啊！我们一直觉得世间有五逆啊、十恶啊，我们自己犯到杀盗淫啊，一直自卑感。记住哦，在《楞伽经》里面讲的，讲得很清楚。佛陀以大悲平等心流入无量的法界世界，救度一切众生，没有分别。你简单讲，你今天造的五逆十二杀盗淫妄，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你的观念一直觉得我罪很重，我无药可救。佛没有这样的观念。好，如果这样讲还不是很清楚，来，注意看，注意听比喻。你去看看那个瀑布，看看那个瀑布，那个瀑布这样泻下来，这个水泻下来的时候，众生看的时候是怎么样？众生看那个瀑布是怎么样？水一直流动，对不对？一直水一直流动，是不是？你看不到真相，其实水没有在动，那是因为众生的幻觉。如果我们用摄影机摄影起来，那水全部都停止的。高速有能力有大智慧的看这个世间是全部停止的。为什么本性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来无去？它就是见到世间的真实相。譬如说你拿着一只刀子这样砍人，这样砍人，砍下去了，说犯杀生戒，哎呀，我犯杀生戒了。哎，在佛证悟的人没有这种观念，你只是一个刀子，一个舍身缘起，你只是成法破法，通通叫做佛法。华严经里面讲，成法破法，通通叫做缘起，通通叫做性空，没有真正的一个杀人放火的这种东西。但是因为众生的业事所感，业力所感，所以他因果清清楚楚，我们就认为，哎呀，我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所以在众生位他要求忏悔。如果证悟到无生，那你忏什么悔呢？所以记住，今天每一位众生除了自己障碍自己以外，诸佛菩萨从来没有说他不救你的，没有的。今天假设一个有人杀人放火的一个流氓管训回来了，他有心求忏悔，说：“哎呀，今天开义工大会啊，那慧理法师啊，我也想来听听你的开示啊，啊，哎，我有，不过我过去有杀人有放火，师父你原不原谅我啊？要不要让我进来文殊讲堂听听师父的开示？那你说呢？要不要给他进来？”哎，当然给他进来嘛，你都要让他进来的，何况佛陀？这样听得懂吗？你都会想要，我们以一个凡夫的心都想要去把那个极恶的众生把他救起来了，不会计较他过去以前所造的恶业，何况说释迦牟尼佛，何况说大愿的阿弥陀佛。因此在座诸位，无论你造任何的恶业，五逆十恶重罪，只要你一念忏悔，回光返照，今生今世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抓得稳，持得稳，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佛以大悲流入法界，无障无碍，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想要救你，除了你自己障碍自己，那没有办法。
师父只是把阿弥陀经随便抽一段两段来告诉大家啊，现在都是依照众生的意识形态在注解这个经典，诸位参考就可以。而我现在所讲的是我个人对净土的体悟，简单讲啊，过十万亿佛土极乐世界，它是一个理想修行人最理想的地方。出家在家都是修行人，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适合想要修行人要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你在极乐世界你怎么转？通通不堕三恶道，不受苦。那么你想要听经闻法，极乐世界随时随地都有人开示，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去的地方，而且是最好的环境。阿弥陀佛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环境给我们去修行。因此啊，我们一定要了解，经典是语言，语言是前世义理，你不要死在语言里面，不要死在文字里面，你一定要融会贯通经典的义理，你一定要融会贯通经典的义理啊！所以语言文字前世义理，表象是要让你误入实相，表象是要让你误入实相。哎，因此任何一个人啊，都不能只看表象啊，看表象啊，哎，不能了解深入的奥义，深奥的义理在哪里。哎，有一个奶奶级的人啊，奶奶啊，阿妈级别来啊，来文殊讲堂啊，好久没看到师父了啊，他一看到师父很惊讶，哇，师父你比20年前更年轻。哎，我跟他讲，啊，伊都唔知我是有法度。哎，他看到的是表象，他看到是这个表象。哇，20年没看到师父，更年轻。哎，问他那怎么办呢？哎，电视有一个广告啊，你看到吗？你有在看我吗？我怀疑你有爱上我的嫌疑。哎，那电视广告，然后那个是很恶心的广告。我看到那个广告，我就摇头。哎，那开开玩笑的。因此，不能只弄这个表象的东西，不了解义理，意味着哎，文字就是这样讲。哎呀，我模仿，我揣测，那完蛋了。那为什么要有善知识呢？就凭你看了5年10年的经典，我就跟你讲过一句，就凭你自己看了5年10年的经典都不够师父讲一句话，你相信吗？你怎么弄你都弄不清楚那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你也不能悟啊。有一个黑人啊，来台湾留学，这个黑人啊，国语懂得不多，哎，可是他觉得很可以啦，
有一天晚上啊，他就跑去看电影，可是因为从来没看过台湾的电影，票不晓得怎么买。哎，这个黑人啊，哎呀，自己觉得很聪明，哎呀，简单嘛，我就好好的看看人家怎么买那个票。第一张他看，哎，学生票一张，哎，学生票一张，哎，学生票一张，哎，比那个全票还便宜啊。那第二个人啊，钱放进去就啊，这个军人票一张，哎呀，军人票一张，哎，剩下半价，哇，他说，哦，这个很好的学生啊，军人票啊，都这么便宜，哎，换到他内心想，这个买这个票太简单了，哎，把钱放进去，他就告诉老板啊，老板娘，黑人票一张，哎，这老板娘啊是外省的。你老娘啊，卖了30多年的电影票，没听说过黑人票一张。你老娘啊，卖了30几年的电影票啊，没听说过黑人票一张啊。哎，哦，这个黑人就自己觉得很聪明，这个就是模仿。哎呦呀，模仿，哎，实在。哎，这个表象上的模仿，哎，阿弥陀佛，哎，那么我们就了解啊，什么叫无知啊？就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的人叫做无知。众生就是这样子，容易宽恕别人，却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永远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就像这个黑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错在哪里。那么如果说这个黑人修养不好的话，还继续责备这个房东老太太，是不是？那不是更可笑？众生就是这样子，自己的问题不知道自己出在哪儿，也从来没有冷静过，一味的责备别人，所以他过着与净土无缘的日子。师父已经讲过了，那10万亿佛国度，心是最大的距离，烦恼是最大的距离，12业是最大的距离。如果你完全没有12，完全没有烦恼，你懂得调整自己，回归自性，归无所得，了解万法通通是生灭的，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你很清楚，用大智慧，一念之间念佛，你决定往生净土。10万亿佛国度，就是100万亿，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往生，因为就在一念之间，就在一念之间。众生是过什么日子呢？众生所过的日子，就是放错了，把心放错了。有一次啊，那时候还没有建讲堂，我到一个信徒家，这信徒家的二伯父啊二伯母啊吵架吵得很厉害。那个佛弟子啊说，哎呀，师父啊，不好意思啊，今天你来啊，让你看到这一幕啊，真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啦，啊，他说，师父啊，你慈悲啊，是不是跟他开示几句啊，他们现在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啊，不得了。我跟问他说，那他们两个接受吗？他说是有一点善根啊，是有一点佛学了，
兴趣了，他是不深入了，啊，从来没见过面，也不晓得说怎么样去教化他。哎，突然桌上有一张白色的纸张啊，有一张白色的纸张啊，啊，有一支签字笔呀，啊，我就说，哎呀，你们两个请就坐啊。哎，他看师傅来呀，不好意思再继续吵下去啊。他说：“你们两个坐啊，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哎呀，师傅开示，哎，还蛮有善根的啊，请师傅开示啊。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哎，师傅竟然暂时平息一下，哎，还请师傅开示啊。嗯，哎，我看到一张白纸啊，啊，还有一支签字笔啊，我就跟他讲啊。我就在白纸啊的中心点啊，用这个啊签字笔画一个黑点。我说：“来，你是老公，你先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他说：“师傅，我看到的是黑点，一张白纸里面的黑点。”哎，我说：“来，你是老婆，你这张纸看看里面有什么。”我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大黑点啊，师傅。”我说：“你换你拿这一张，你问我，你问我，拿这一张。”啊，师傅，那你看到什么？哦，我看到啊，一片白纸，好大的白纸，只有小小的黑点。啊，这个老公很有慧根。啊，师傅，我悟到了，体悟了你的用意。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要把生命放在某一个黑色的焦点？黑色就是表示缺点，众生的缺陷。我们的生命就是死在这个黑点。只要一看到众生的缺点，就死之不放。每天一直在讨论太太的缺点，太太一直攻击先生的缺点，从来没有看到那个黑点以外的一大片的白纸，通通没有看到，通通没有看到，只有师父看到。我看的不是那个黑点，那个只是小点，外面的白纸一大片。我为什么不看？为什么要看那一点点的黑点呢？我们把焦点弄错了，我们把生命观搞砸了，我们神魂颠倒，啊，我们忧忧郁郁，烦烦恼恼，是是非非，我们就是不肯在净土里面下一点功夫，就一定要在这样一直拼命的猛攻猛讨论，好像要讨论一个什么东西，他不晓得这个是生灭法的东西。一个大圣人他怎么会理你这种东西？一个大修行人，他连听都不要听，看也不要看这种东西，因为他一定是生灭的东西，不可得。他不会用他的精力、体力、念力去跟你搞那个黑点的，他会看那一黑点以外的一张白纸啊。有一次啊，有个吸毒的人又犯了惯窃，专门去偷人家那个机车。啊，有一次啊，偷人家机车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跟人家起冲突，又打伤了对方，被人家告了，抓起来。哇，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啊，又是烟毒啊，毒瘾并发。哎呀，又是被判重刑，因为他重伤害嘛，关出来了。他找了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没有人要他，他的家人唾弃，不要他，他的亲戚朋友瞧不起他，他不敢到邻居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小偷，他不敢去，他内心啊无比的障碍一直解不开。有一天呢、啊，讲堂的一个信徒了、啊，哎，就告诉他妈妈说：“照这样下去啊，这个孩子啊，没有救了。每天过那种
啊，消沉啊，颓废，沮丧，自己一直说无药可救了，我无药可救了，哎，我生存在这个世间是多余的，他一直想要结束他的生命，就来了。他的妈妈就听这个讲堂的师姐啊，劝告他说：“你去见师父啊，见见一面嘛。”啊，就来了，来了。我刚好在客厅，哎，那么这101的人就打内线上来说：“哦，要见师父。”那因为那个刚时候刚刚见啊，那时候没有这么严格规定啊。以前3:30呢都有接客啊，不是见客啊，见客啊。哎，就要上来了。哎呀，这个人啊，碰到师父啊，哭，就叙述他的过去啊，然后告诉自己他是没有用的人，他一直想了断自己的生命啊。然后我就先听他说，说了好多啊，就是自暴自弃啦，啊，死，面对这个死亡啦，找不到工作啦。哎呀，没办法了，弄讲。我先听他讲了半个钟头，他师父都没有回答。他说：“师父，你怎么都不讲话？”嗯，我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好啊，你要老实告诉我。”好，我说：“你看到什么？”我问他：“你这样，你师父这样手比这样，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师父的手握着一个啊糊状的小圈圈。”我说：“那里面有什么？”“啊，里面一个小小的虚空。”我说：“你只看到这个吗？”“哦，是啊，我只看到这样的虚空啊。”我说：“那旁边那个虚空你没看到吗？”他说：“哇，对哦，旁边更大哦，虚空更大哦。”哦，对了，哎，众生也是这样子的，我手比这样，你就看到一点点小虚空了，是不是？他不晓得，这小虚空外面有无量无边的虚空，还无量 无尽的世界。今天你有不好的过去，可以转变一下，修正一下自己的观念。哎，我说呀，你入门都谈不上，我也不敢叫你皈依。我说呀，这里有录音带，刚好我客厅有录音带，啊，智慧与人生，我就说啊，你就先拿回去听听吧，哎，听听看吧，哎，所以所有的众生烦恼，就是因为焦点放错误，焦点放错了。为什么痛苦不堪？他就死之这个角度，一定要讨论一个，讨论出一个东西出来，对不对？放下，外在的世界还有很大，你还有更美好的前途，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学佛也不要一触登天，没有办法的，一步一步进步，一步一步进步。就像你当义工当了十几年，如果不进步就真的是白费了，要在心地上下一点功夫啊。再来，你们很努力的做义工，发大心服务啊这些法会的众生。哎，佛在世的时候也是有众生 一直希望供养佛。在阿含经里面有一段这样子的啊经典，所以有一次啊，一个护法居士啊载了一车子的花，一车子的水果，很大很大的啊，很大片的这个水果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啊，这个花呀，哎呀，哦，来供佛。
佛啊刚好在精舍啊，哎呀，那么他把这个水果啊啊花都运到佛前啊，旁边的比丘看到就是说，哦哟，这个护法居士啊了不起哦，哎呀，他载了这么多花呀，这么多的水果啊来供养佛啊。佛陀马上就制止他说，止止止，就是停止啊，停止，止止，莫作是说，莫作是语啊，此非真供养佛陀啊，就如法如理如佛所说，当如法观照，是名真供养如来啊。哎呀，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比丘就说，哎呀啊，这个人啊，护法居士啊运了很多的花水果来，这个比丘就说他拿了很多东西来供养佛。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不是供养佛，要如法如法如律如佛陀的戒律，如佛所说，如是观照无常，要好好的观照这个无常法。记住哦，一切法都是从无常法开展出来的。你不了解缘起的无常生灭的世间，你将永远没有办法开悟。你今天为什么争执不休？因为你没有觉悟生灭无常，你的死亡马上要面临了。你今天为什么取舍不断？因为你没有觉悟到生生灭灭，所以你能所取舍不断，造生死业。你今天为什么会我执？因为你没有观照无常。色是无常，受想行识通通是无常。要记住，整个宇宙整个人生通通叫做生灭无常，一切法无我。所以阿含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啊，即灭为乐。诸行无常，一切的人生宇宙它通通是生灭无常，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也根本没有什么好执着的。这些语言音声都是幻化出来的啊，这些讲堂啊乃至于整个国度啊啊，都是缘起的性相性空的，没有实在性的东西。整个人生整个宇宙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科学一直坐着太空船，一直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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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北极星也好，飞到银河系也好，飞到超星星系也好。记住，你只要记住，这个通通叫做生灭。不管你科学怎么发达，它通通叫做生灭，通通叫做不可得。因此，你掌握了人生跟宇宙的真理，就要从哪里下手？要从观照无常，观照生灭，了知生灭，生灭法，无常法。好了，再来就要讲，注意听了，缘起法就是无常法，无常法就是缘起法，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不可得，无自性就是无我，无自性就是如梦幻泡影，生生灭灭转变，包括我们的念头就是无常，无常就是如同芭蕉的脆弱啊！所以我们不能有强烈的国度观念，不能有强烈的色身的观念啊！根生气界种子都是刹那生灭，脆弱不堪，脆弱不堪。因为我们用业力在过日子，所以我们执这个世间，以为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永恒。今天盼望明天，爸爸妈妈盼望儿子，儿子长大了生儿育女，公公啊，阿公阿嬷又盼望这个孙子的将来，每天都在期盼、失望、希望啊，失望，最后绝望，到最后无奈的交出他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临命中才
觉悟到这个世间是这么的无常，这么的脆弱，你还有时间啊？这个世间搞这个是非，搞这个你我人我啊，搞这个恩恩怨怨，我们有时间吗？有时间吗？没有的。扣掉你睡觉的时间，扣掉你吃饭的时间，扣掉你看电视的时间，在座诸位，你每一天用功多少个小时啊？冷静想想看，很可怕的，一气一息不来，就是隔世啊，就是下辈子啊，就是下辈子啊！诸位要赶快花开见佛啊！什么叫花开见佛？智慧大开啊，就见佛啊！大智慧开了，就见佛啊！所有法都是由缘起开展出来，都是从性空学开展出来的，三法印也是这样子啦，啊，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生灭灭一这句话很重要了，生灭灭一，这个生灭把它灭掉，就是放下，彻底的放下，即灭为乐，心保持那个极静的心，快乐就来了，快乐就来了，万法都是心的影像啊，你执着的就是影像啊，没有实体啊。比如说你看那个 VCD 啊，看这个 VCD 啊，圣人一看是不是啊，哎呀如梦幻泡影啊， VCD 没有动没有静啊，是不是啊？我们一看到这个 VCD 啊，一看的时候，哦，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情啊。可是圣人一看，都是直径静止的啊。这个世间众生看出来就是这样子，好像啊，生生灭灭啊的来去行住坐卧，有那么一回事情啊。圣人一看的时候，一切法即静啊，当体即空啊，入于即灭的法门啊，没有这回事情啊，无来无去啊，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啊。没有这回事情啊，你所拥有的东西那都是刹那生灭短暂的错觉啊，你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的，在这个世间你也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你也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因为你生本来就没带过任何东西来，死你也带不去任何东西来，对于现在你增加减少其实只是幻觉而已啊，幻觉而已啊，所以整个人生宇宙的真理回归就是生灭无常，所以我们修行啊，因为我们的业力太强，烦恼太重，因此啊，阿含经里面讲啊，我们要生两种心啊，生两种心啊，由此二心能生一切净法，要生两种心，第一个生大忏悔心，大忏悔心，《华严经》里面说，十地菩萨，十地菩萨都要修忏悔法门。忏悔法门啊，我们可以诵八十八佛，诵八十八佛啊，但是八十八佛我们也不必啊，像用像出家人念的啊，有一个师姑啊啊。看了那个啊，人家唱八十八佛啊，出家人唱八十八佛啊，哎，然后回去也自己唱啊，听得怪怪的。那怎么唱呢？南无阿弥陀光佛啊嘞，南无阿弥陀明佛啊嘞，南无。外面的狗一直叫汪汪汪。哎，在家自己修不需要这样念呐、啊。南无普光佛，拜拜。南无普明佛，就这样拜一拜，这样就可以啦。你念那个能听吗？哎，念那个能听吗？哎，这个啊，梵拜啊，要是没有一点基础啊，唱起来啊，别人是听了会窒息的。有一次啊，我到台中啊，
哎，那时候读大学啊，因为我有相当一点点的佛学的底子啊，也参加过法会啊，哎，他唱这个香赞啊，就是这样唱的啊，哎，香应该啊、哦，我们就唱的香应该啊，香啊的分该的破师姑师姑，你唱这个吼、哦，香应该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香应该就是云来集呀、啊，妙吉祥的意思啊。啊，我说你唱这个啊，诸佛菩萨都跑光光了、啊，连我都听不下去啦、啊。你为什么不用念的呢？他说：“哦，可以用念的吗？啊，你们出家人为什么用唱的？”他还问一个很疑问的问题呀、啊。我说：“出家人是道场啊，他学过梵拜啊，对不对？那、啊、你是在家居士，不需要这样唱啊。”哦，他说：“哦，这样子哦，哦，哎，没办法啊。好了，生大忏悔心。”这个、啊、千年暗示啊，这一念忏悔，你以前啊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就像你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只要一念回光返照，好好的求忏悔，大忏悔，所有的罪全部灭尽了、啊。自己觉得没有罪的人，这个罪很重的。自己常常感觉到自己有罪，我们应当好好的向佛菩萨求忏悔。除了你证悟到无生，要不然你就是要忏悔。也不管是有意犯的、无意犯的、有心的、无心的，或者是这些嘴巴无意的溜出来了啊，要好好的忏悔。身口意啊，有心无心都要求忏悔，好好的求忏悔。忏悔包括改过。啊，再来第二个要生惭愧心。哎呀，这个《华严经》啊里面讲，哎呀，惭有惭有愧，即是菩提呀、啊！啊，惭愧恶心是菩萨障。哇，这个讲得好。哎呦，我阅读到《华严经》，阅读到这一段呐、啊。赞叹佛的智慧，惭愧心就是你有没有对得起这颗佛性，对得起自己的清净本性，你自己回光返照，对得起吗？还是对不起？哎呀，如果你对不起这个清净的本性，违背了因果，你要好好的求忏悔，生惭愧心。你有没有愧对佛教？你有没有愧对这个团体？你有没有扮演一个老婆的角色？有没有愧对你的老公？你做一个老公，你有没有愧对你的老婆？有没有愧对儿女？要时常这样子起惭愧心，起忏悔心，起惭愧心。这惭愧恶障是菩萨障，菩萨才能修这惭愧恶障。换句话说，有惭愧心的人就叫做菩萨。无惭无愧的人就接近畜生，接近畜生，从来不懂得反省自己，从来没有回光返照。所以啊，阿含经里面说啊，忏悔心惭愧心是恶白老虎啊，白色的老虎啊，这白色的老虎是稀有动物啊，啊，这个老虎啊猛力，有忏悔心，惭愧心的人，他一定啊不会愧对自己的佛性，不会愧对众生，更不会愧对佛教啊。那么全力以赴的精进，在无相的心当中好好的精进。因此啊，恶白老虎，有力的老虎，恶白老虎表示稀有珍贵，表示勇猛，它可以猎杀一切的动物。哎，兽中之王，哎，是虎啊，是狮啊，啊，
那么他可以猎杀一切动物，表示他可以杀掉一切烦恼，杀掉一切烦恼。一个人生大忏悔心，生惭愧心的人，可以杀掉一切烦恼，可以杀掉一切烦恼。啊，这个人啊，没有忏悔心，没有惭愧心啊，这个人没有救了，这个人没有救了，没有救了。再来，啊，剩下一点点啊，我们是佛的弟子，应当时时刻刻以整个佛教的兴盛为考量。我们再讲一遍，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无论是出家，无论是在家，都是佛陀的弟子。我们现在所考量的、发心的，要以整个佛教的兴盛作为考量的关键思维模式啊，讲这样子还不是很清楚，再讲更明白一点。所谓更明白一点，就是出家人攻击出家人是佛门的不幸，在家人毁谤三宝是佛门的不幸，居士念佛团跟这个念佛会互相攻击是佛门的不幸，这个出家人自立门户、清理门户、三头主义、门户之见啊，自赞毁他，是佛门的不幸，佛门的不幸。出家互相攻击，出家攻击在家，在家攻击出家，通通是佛门的不幸。释迦牟尼佛在毗毗经里面讲了一段啊，很好的一个公案，很好的一个比喻，诸位要注意听。佛陀说，从前有一只鸟啊，大鸟，它共一个身体，但是却伸出两个头，有两个头啊，共一个身体啊，共一双翅膀，共一双爪子，但是呢它却有两个头。这只鸟，大鸟有两个头，这两个头各有思想，各怀鬼胎，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啊，飞到了这个树上吃这个水果啊，吃这个水果啊，就拼命的吃，拼命的，两个人就拼命的吃，结果吃的时候，哎呀，哎，我就啄你啊，你多吃一颗我就啄你，哎哎，你多吃一颗我也啄你，哎，左边的这个鸟头呢啄到右边，右边的攻击左边，哎，互相攻击，哎呀，这两头鸟啊心里就这样想，哎呀，我赶快跟它分开啊，要不然的话啊，我没得吃，都是他吃的。哎，可是两个人，一个往东飞，一个往西飞，呜，掉到地上来了，飞不起来，因为他共一个身体，共一个翅膀，可是思想看法完全不一样啊！哎，一飞飞不起来，要各自活动，活动不起来。哎，后来啊。甲就右边的这个鸟啊，鸟头啊比较聪明，哎，这个C 边的这个鸟头啊，啊，这个鸟的脖子啊、头啊，这个 啊比较笨，哎呀，这东边这个鸟头啊，觉得我很聪明啊，哎，就告诉他，他说呀，我带你啊去一个啊长满水果的一棵树，好不好？没事。那西边的鸟都说好啊，那边很好吃哦。哎呀，结果他就飞飞飞，带他，哎，两个一个共一个身体就飞到一棵树，结果这个水果啊啊哎啊长满的水果，啊啊，这东边的这个鸟头啊就说了，哎呀，这很好吃，你吃吃看啊，哎哎，西边的这个鸟头就吃了，嗯，
蛮好吃的啊。哎，东边这个鸟头不敢吃。哎，他就内心里面，等一下我毒死你。哎，结果那个水果是有毒的。结果呢，这个西边的鸟头一直吃吃吃了以后，哇，毒性发作了，死掉了。死掉以后，这为什么怎么样？供一个身体呀、啊。掉下来了，从树上，咚，掉下来了，害死了西边鸟头，就是害死了东边的鸟头，都害死自己。佛陀讲的这个比喻是说，佛教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记住，你今天伤害师父，就是伤害整个佛教。听得懂吗？你今天这个脸色伤害那一个脸色，就是伤害佛教。今天一个法师啊，没有好好的冷静，回光返照修行，一味的一直攻击伤害。护法居士大德也是伤害佛教，也是伤害佛教。伤害佛教就像这只两头鸟啊，就会死亡，就会死亡。这个比喻大家听得懂吗？哈，我们现在都是文殊讲堂这只大鸟，可是啊，有今天有200个人开会，我们这只鸟有200只头、啊、记住不要互相啄来啄去，要不然这只大鸟也会掉下来。哦，啊，在座诸位、哦、不要互相伤害，为了佛教牺牲自己要忍一忍，知道吗？为了佛教要牺牲自己要忍一忍。鼓掌大声一点吗？哎，啊，好了，所以我们要生命共同体，我们记着，我们就像这只共同的鸟啊，共同的鸟，哎，很聪很有智慧的人啊啊，就会想到这个啊，哎呀，很好的，哎，这个比喻这个因缘啊，了解我们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呵护，互相的赞叹，互相的鼓励，牺牲自己都要让佛教兴盛。哎，比较低能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会来问师父啊，啊，他不懂得比喻啊，他只听到一只鸟啊，他就说：“请问师父，这只鸟可以不可以拿来烤、来吃、来赏月？”你看，五七的时间呢？嗯，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哎，好了，所以佛弟子应当以整个佛教的兴盛为考量。那么退让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完成佛道。我们讲这个穿心法要的时候，讲到那一段南拳斩猫，哎呀，这一段很精彩，我不得不再重新讲一遍。南拳禅师是个大彻大悟的人啊，大彻大悟的圣者啊，南拳禅师。有一天啊，他这个坐下两个小和尚啊，为了一件事情啊，吵得啊你死我活，通通不谁都不让谁啊。这假小和尚啊，哎呀，依着小和尚啊，两个吵得不得了，不可开交。哎，哎呀，这个南拳禅师啊，哎，到的时候还在吵。哎呀，这南拳禅师因为他是大彻悟的嘛，哎，旁边刚好跑了一只猫，哎，这只猫，他跑过来，他就抓住那只猫，说：“你们两个说，什么叫做即心即佛？什么是禅？”道德即放，道就是你说得出来，我就放这只猫；道不得即砍，说不出来，我就把这只猫砍死。说，那禅
不能起心动念，那那个如果没有悟道的人，他来不及反应的、啊，那来不及反应的 啊, 啊，他不可以让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定要马上回答的 啊, 啊。这两个小和尚因为没有开悟啊，师父一直说说说，哎，来不及了，那只南拳禅师拿着刀子来，一下子就把那只猫砍死了，砍成两段。哎，你可不要学这样子哈、哦，你没有那种功夫哈、哦。哼，哎，你不要回去也拿一条狗说，是不是即心即佛？我包你下地狱的。圣人不是说你这样学的，你不要搞错了。好，好了，这南拳禅师的刀子拿起来就说，什么是即心即佛？什么是禅？哇，那两个小孩子一下愣住了，没有办法回答，一下子砍断了猫，分成两段。诸位。你知道是什么含义吗？嘿，很简单，只要你开悟啊，通通知道他在搞什么。哎，意思就是争论就会把整个清净的佛性分成两半，犹如一条死猫不起作用。这只猫就是毗卢本性，这一只猫就像本性，这个本性本来是零零结结的，活活泼泼的啊，乱跳可以啊，觉悟可以吃饭啊，可以跑啊，哎哎，做一个宠物啊，就像譬如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啊，就像这只猫零零结结的，蹦蹦跳跳的，你只要一争论就起烦恼，烦恼佛性就消失，佛性就消失，佛性消失以后怎么样？就像一只死猫。我们现在就是死猫了，活猫的请举手。没有，没有开悟嘛，是不是？活猫，只有我举手嘛，你没有啊，是不是？哎，所以说那一只猫就是表示佛性。我们今天争论不休，争吵不休，你在吵什么？你为你的命运争吵吗？抗拒吗？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里面讲，众生是寻业发现啊，你根据你的因缘、善业、恶业、福报、非福业、不动业，一直发现你前世所造的种种的因缘啊，莫怨天啊，莫尤人啊，一切都没有冤枉的啊，你根据你前世的啊因缘果报一直显现啊，一直显现出来啊，一直显现出来啊。好了，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在争论争吵，过这种痛苦的日子，这个是不治之疾，也是没有彻悟的人才会一直过这种烦恼的日子。稍微有一点心地功夫的人，没有那么笨的，要用智慧。